平 A， 平 A， 平 A 接八接 A 两下，接平 A 减盐，接平 A 回家，接回家。来个皮孩嘛，谢谢同时我孤单一人的御甲飞机儿。感谢轩哥的大火箭啊，现在如果大家没有扫描的二维码，左下角二维码也可以点击一下啊，就可以进入下载页面了，无论你是手机端还是这个网页端。A 接刀，接 A 两刀，吃个药，接刀，接 A 两刀。吸点血，打半溜柱 ，A 一下，扎一下，平 A 一下，靠，干哈呀？这波我是有预感到他可能会直接把我致盲然后死，哎呀，不回头好了，但蜘蛛应该能把他收了，没事，没助攻啊。我们的兵线血赚呢，完了，蜘蛛呀，蜘蛛怎么能打不过螳螂呢？不应该呀，蜘蛛在野区正常来讲杀螳螂应该是随便杀的。所谓的幽灵不过是一个抱着渴望的狼人残影吧。我扎，我再扎 ，A 两刀 ，W 中 A 两下 ，E 一下，平 A 接扎接 A 两刀，接平 A， 接平 A， 接平 A 接扎，吸，兜兜，呀，这积木不学 W 呢我。这个车我一定得补着，这英雄回复能力其实挺恶心的。真的，这英雄回复能力其实特别恶心，他 Q 一下 A 小兵就能回二十多点血。弗耶格，他四级，他刚才不是四级，他刚才是三级。我们杀了他升到四附身，然后顶上显示的是四级，知道吧？中，掏两下，扎一下，掏两下，一下，平 A， 平 A 接扎，接 A 两刀，接 W 溜七，兜兜。大
个爬皮，再见。这波积木感觉能直接就杀，差不多。只要我晕到他，中 A 两刀扎一下，平 A 两下，接大招 A 一下 ，E 一下，平 A 一下。一二三四，吃大皮。走了，我吃了，回家。太痛了，太痛了。就这么除吧，水银还是必须的啊。这片黑暗，希望无存，无可救赎。因为这黑暗就是我自己。回家红好了，你说你，我都没想去收那红。非得跟我说一下的，先杀的亚索不行，就扎一下 ，A 两刀接大招 ，A 一下 ，E 一下平 A 一下扎一下，接吸一过来一过来 ，EQ 耳链平 A W 接大招 ，Q 闪。接大招 A 接扎接平 A 接扎接 W， 塔皮没人吃啊，我来 W 走。 Oh my god， 塔皮吃到没？吃到了，可以。这螳螂，这螳螂，哎呦我操了，这螳螂一顿收啊，这螳螂八百加六百等于多少钱？1400，螳螂这波收了1400块钱，行，螳螂呀，中路还死了。我来帮你守一波，哎，扣一下 ，E 一下，扎一刀，平 A 接扎呀，扎反了。我扎一刀，打反溜。
不知道他有没有点盐呢，我感觉能杀。W 扭扎两刀，扣一下，接大招接吸。啊哈哈哈哈！哎呀呀呀！世界将。哎呀，这蜘蛛女皇终于站起来了，蜘蛛女皇。回家，我很害怕呀，兄弟呀。你是不是以为我不知道在哪儿啊？哎呦啊，那螳螂来了，把螳螂杀了，完了，孤立无援了。当我看见螳螂那一瞬间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哎，烦死了，这螳螂，可恶的螳螂，简直可恶。我一会儿绝对得进这螳螂的身，我跟你们说，我得钻入他的身体，我跟他合为一体。你怎么还不走呢？我想知道谁给你的勇气呀？嗯，我想知道谁给你的勇气，是谁？每个都演一遍毒，知道吧？起因是因为我抢了他先锋的钱。他自己让我去的先锋，一直打信号，人家让我过去的，别在那瞎叭叭啊！A 接扎接大招，点盐 W 接掏吸，兜。打一波跳弹，这螳螂得杀呀！我一看呢，中，扎 A 两下平 A， 再 A 一下吸。大招过来 ，W 接扎。
W A 两下，扎一下，平 A 两下，吸！你可谁？让我掏着你了，你个老螳螂！起飞！我大招接扎 A 两刀 ，A 一下 W A 两下，扎一下 A 两下 ，E 一下平 A， 闪现！哎，这边打着小兵了，我操！要不然我把他杀了。打不了 A 两下，扎一下 A 两下，平 A 接大招吸，兜，真狠呐、啊！我走，哎呀！来个破败了，这把就纯虚巨装。这螳螂不是乐意纯虚巨装吗？我们也纯虚巨装啊！这火蓝可挺狂啊，火蓝吸一 Q W 接大招 ，A 接扎接平 A 接 W 接吸，差一点点，哎，没吸出来，这波吸出来把亚索也杀了。峡谷先锋可以，可以打，应该杀亚索的，亚索也不值钱，而且亚索哪有螳螂厉害呀？那螳螂两件套，有孤立无援，亚索也个屁呀！这怎么死的？这是，可以打，我到了。一下贴墙走，中 A 一下扎一下吸，亚索呢？亚索没人追，哎，我一寻他就得指定就得搁哪藏着，你知道吧？哎一下杀一下，哎呀好虚，哈塞哈萨哈萨帝，没技能了，这样把他杀了。一，身体不好用，太脆。有红没有？回家。谢谢三个，我这把就纯虚虚装，看俺俩谁的虚虚高啊！螳螂，那螳螂搁下路杀疯了是吧？这 ADC 咋一直死？
还挺装逼的小螳螂，我马上到。哎呀，打小龙来，100%的亚索在上路不能走，我们去上路把亚索杀了。300块钱不要白不要。先补个车，一下，扎一刀 ，A 两下，平 A 打不了 ，A 一下，扎一下，接大招。一下打法溜接大招，人头给我抢了，打大龙，投降了，下一把